这是虎子的信号弹，走，虎子。 吴里丹，没事吧？什么情况？你们不是也去寻路了吗？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们看到信号弹就过来了，你们没事吧？虎子和欣桐呢？我们中途被白妖偷袭了，他们几个都受了伤，虎子跟欣桐掩护我们先行撤离了。 他们还在那边打，他们在什么位置？就在那。你确定这有路吗？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还没有那块大石头呢。是啊，我记得那边确实有条路。对，巅峰谷的地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。我们刚回来的时候，虽然位置有变，但大方向没变。根据他们已经行走的路程和时间推算，这岛上的位置。 要发生颠覆性变化，起码2个时辰。你能观察到这些，你是在沿途的时候做了记号吗？没错，百步一计。这是我们的记号，这样咱们就有区别了。可以，这几个妖师伤势过于严重，还是让他们先去和大部队会合吧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先回军营。 原先的军营遭遇了风沙侵袭，已经全军拔营了。此刻大部队正在往东北方向的血色瀑布前进。如果你们这个时候赶上去的话，他们大概在这个方向。你们只要够快，应该赶得上。你们要去救统帅，我也一块吧。算了，他们伤这么重，你先护送他们回去。赶路吧。嗯，走吧。 走，我们现在应该往那边，不是，还得算上他们已经行走的路程跟时间，大概这个方向，走。